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大人。很多姐妹对完整的康乃馨花束钩织教程特别感兴趣，现在就分享给大家，一起动手来钩织吧。这里我们钩织一朵渐变红色的康乃馨，拿出白色的线环形起针，这里用到的是5股的牛奶棉，还有 2.5 的钩针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钩织6个短针，1 2 3 4 5 6，将线圈收紧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二圈。第二圈需要在每个针目里都钩织短针的加针，也就是每个针目里都钩织2个短针，这样一直将第二圈钩织完成。第二圈完成之后，一共有12个针目。第二圈钩织完成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织2个起立针，然后钩织12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一共12个针目，每个针目都钩织长针。第四圈也是，都是钩织12个长针，大家可以自行将第三圈、第四圈一起钩织完成。第四圈钩织完成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织2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五圈。第五圈需要在每个针目里都钩织3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这3个长针都是在同一个针目里，这样每个针目都钩织3个长针。第五圈钩织完成，一共有36个针目。第五圈钩织完成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再钩织2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六圈。第六圈依然需要在每个针目里都钩织3个长针。第六圈钩织完成之后，一共有108个针目，大家可以自行将这第六圈钩织完成。第六圈钩织完成，我们要钩的是渐变的康乃馨，所以这里要先换一下线。今天钩的是渐变红色的康乃馨，最后一圈也就是第七圈要将线换成红色的。如果是钩纯色康乃馨的话，这里就不用换线了。换线完成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七圈。在引拔的针目里面先钩织一个短针，再钩织3个辫子针，接着下一个针目重复，先钩织一个短针，再钩织3个辫子针，每个针目都是这样钩织，先钩织一个短针，再钩织3个辫子针，一直重复，一共钩织108针。第七圈大家以这样的方式自行将其钩织完成。第七圈钩织完成，最后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，拉长线圈，断线。断线之后将线头隐藏一下，大家可以自行隐藏线头，这样康乃馨的花朵主体就钩织完成了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接着拿出绿色的线来钩织花托，还是环形起针，先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钩织10个短针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将线圈收紧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二圈。第二圈先钩织一个短针，再钩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
这样隔一针加一针，将第二圈钩织完成。第二圈完成之后，一共有15个针目。第二圈钩织完成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钩织一个起立针，开始钩织第三圈。第三圈一直到第九圈，共计7圈，都是既不加针也不减针的钩织15个短针。大家可以自行将这7圈钩织完成。第九圈钩织完成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要钩织2个辫子针，开始钩织第10圈。在引拔的针目当中，先钩织一个长针，下一个针目再钩织一个长针，接着钩织2个起立针，再钩织一个钩牙针，再钩织3个辫子针，下一个针目钩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小的花托的叶片就钩织完成了。一直重复这样的钩织，2个起立针，2个长针，接着2个辫子针，1个钩牙针，再钩织3个辫子针，在下个针目里面引拔，一直重复5次，剩下的大家可以自行钩织完成。5个花托小叶片已经钩织完成，最后锁一针，拉长线，断线，藏一下线头，这样花托就钩织完成。接下来钩织叶子，还是绿色的线，打一个活结。钩织15个辫子针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，然后将已经裁好的铁丝放在线还有钩针的中间，从倒数第二针开始往回钩织短针，一共钩织13个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，最后一个针目先钩织2个短针，再钩织一个起立针，接着钩织一个钩牙针，钩牙针钩完转到另外一侧钩织，另外一侧完全对称钩织，先钩织13个短针，最后钩织一个短针的加针，另外一侧钩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锁一针，将线圈绕过铁丝，整理一下，稍微将铁丝缠绕一下，然后断线，一片叶子就钩织完成了。这样的叶子一共需要钩织2片，剩下的一片大家可以自行钩织完成。最后拿一根长30厘米的2号花杆，将所有的配件连接组合在一起，先将花朵放入花托当中，分享一个小窍门，在花的内部放入一点点填充棉，会使整个花苞看起来更加丰满一点。用尖嘴钳将花杆的一头折弯，将花杆同时穿过花朵与花托，花杆折弯的位置刚好卡住，这样就不容易脱落了。再分享一个小窍门，用与花朵身体同样颜色的线绕一圈，打一个死结，使整个花苞更加聚拢，更加好看。
最后我们来一起缠绕花杆，从花托的底部开始环绕，绕至距离花托底部还有5公分位置的时候，开始放入叶子，将叶子和花杆缠绕在一起，叶子固定完成，继续缠绕，一直绕至最后。快到顶端位置的时候，开始往回绕，差不多1厘米的位置，打几个活结，接着断线，这样一束完整的康乃馨就购置完成了。